视频是假的，要不要我去把那个小女孩叫到你面前当面对质啊？妈，你们几个，你们这么做不是要逼我下台，你们根本就是要逼我去死啊！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空虚很痛苦，可是当年你把小芳遗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她心里面有多恐惧，她可能会死在外面，还有董事长他们夫妇，他们失去了最心爱的女儿，他们的心里有多痛苦你想过没？这40年你就若无其事的鸠占鹊巢在他们家，太可怕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是用什么做的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痛苦，可是我还是深深地爱着爸，我还是深深地爱着妈。你错了，他们不是你的爸妈，他们是小芳的爸妈，他们是你从小芳的生命当中夺过来的。你以为你爱他们，其实你心里面并没有爱，没有怜悯，你有的只是贪婪、嫉妒，还有仇恨。不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说我。我的心已经被戳得千疮百孔了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爸，妈，我当时没有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我心里很害怕，我怕你们打我，怕你们骂我，我怕你们不要我。你实在太可恶了，你竟然这样对我的小芳。妈，你打我，你就狠狠地打我。妈，只要让你泄愤，你就打我，你打死我，我求求你，你